的家不同。
不过来见过林妹妹。是啊，快过去见过林妹妹。见过你宝姑姑。林妹妹。是啊，快去。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是一朵青云刚才知道她不耐草莽人情味，恰原来归家亲戚比作累，年轻又是花早岁，运动好比风在累，眉梢眼骨长秀气，声音小貌如温人，眼睛分明瓦来看心的恰是秋子雨。妹妹，我好像是看见过的。哎呀，又要胡说了！你何曾见过啊？谁没见过？看见面容，心里好像认识的一般。哦，好啊！这样嘛，又在一起就和睦了啊！坐下，坐下。妹妹，你读过书吗？只上过一年呀。哦，证明。名官的女表示你不是不是好，我送妹妹一次，莫说平平两次去庙啊。哎，什么叫平平啊？古今什么通考上说西方有啥名的，可着我没吃么？看妹妹没见识错，是这个是气费神美啊，只怕又是杜撰的。哎，吃了四十五斤杜撰的也太多呢。哦，哎，妹妹，你有牛没有啊？我没有牛，你那块牛也是件稀罕之物，岂能人人都有？什么稀罕的东西？神的高香不胜，还是灵不灵呢？我可不要这东西。啊，宝牛，宝牛，宝牛，你哎呀，宝牛孽障。你生气啊？要当马神容易，何苦去舍你那命根子哦？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，只有我有，我什么去嘛？嗯，今天来了神仙子的妹妹，她也没有，可见这不是好东西。宝女啊，快带上啊！我不要，啊、来，宝女啊，宝兄弟，宝女，我不要呀，宝女啊，宝兄弟带上去啊，宝兄弟第一次到。快戴上！哎呀，宝兄弟呀，老祖宗不是常常说的吗？这富贵佳人，谁做盲僧？